纯真。我回来时会变得更强，变得更强。All right。我不能进去吗？那里三的见了门。我不能进去吗？这圆圈好畜生啊！说了句这样的话。我不能进去吗？我不能进去吗？你半个左一听的说啥话？不要，不要。我嘞，这把我剪得好，要打90000输出。啊，这个就保护下路好吗？保护下路不用关上路，这个互相杀不死的，互相杀不死，他一个人发育就行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一定要说凯瑞曼舒服一点，然后你去握手，你跟那个教练，你跟他们说教练是什么时候去那个？好 ，OK， 赶紧去握手，快去，快去，这边走，这边。然后这样的话，我们下路是优势，优势的。教练可以准备去握手了。下路是优势，然后前期教练该去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知道。我们上路那个一级团也还可以的。我们上路那个一级团也还可以。教练。你们打。一下被吐死，军长。我知道，往后退一下。小心点，需要里面，需要里面再帮我打一下。你去打，里面，慢点，别靠不了兄弟。没事，可以打，兄弟可以打。看看威鲁斯，看看大嘴，看大嘴没闪，大嘴没闪。到底一下，到了，大姐，要打，你给你盾，对，继续。我没有大，我扛不了，一块好了。你给我，我去扛。有人过来了，有人过来了。对，这个不冷，挡一下，挡 Q， 我来挡 Q。直掉，兄弟。你扛下他姐的，你在干嘛？没办法。主要这波没办法，行，我们人全拉后面去了。我应该再往后拉一点的。对你走一下再打大龙，你。吸血鬼应该是偷钱，你不想被偷钱的话就别去。他不是偷钱，他换技能。我是那个他装备偷钱。装备哦，我知道。骂你了。我们手里拿的话就能抢。我学医。你肯定学医啊。我跟你讲一下嘛。你先看一下。OK， 没事。打成那种局面还在省技能，有点夸张。你要拿吗？我肯定要。他要啊。算了，你太慢了，我不帮你打，我准备帮你打一下的。我帮你。我还有这个问法。小狗等我一下，我也这个话怎么了？要吃他的蓝？这个蓝 buff你要吗？这蓝 buff 吗？蓝 buff 我可以吃了不？小猫，把小猫秒了。nice， 再看到，推塔，nice， 哎呀，开局闪现卡墙了。nice， 什么意思？卡墙了，我跟你讲，怎么会卡墙呢？姑姑这边是没有状态的，吸血鬼来了，天王爷赶到战场，来这边直接给大招，要先来姑姑，姑姑这边已经被宰了。哎，不过这边的 buff 是给到了猪妹啊，如果这边给赖丽的话，可能还能继续追击。沈江哥很尴尬，只能先闭上你的闪现。一技能又弹了上来，打出猪妹的被动，这波要出事了。来这边拿到这个击杀，这野区里面打了一换三，中上野永远爆炸了。中单的一波，中单的一波，中路这边能看吗？直接封他们路了，看一下。我加速了。我在下面。汤姆，就汤姆 ，AD 可以打了 ，AD 打了 ，AD 汤姆。打不烧了，那声音大了，当，杀后边的，我军团他们杀不了我，不用管，吸血鬼，没事可以打，卡丁看一下，一秒对，一秒对，小鬼一秒对，来，这个还有这个，五杀200加速，小鬼，别，一波，赢了重要，那一波吗？还有五杀吗？还有吧，应该。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杀。闪现变羊，没有变羊了，给他五杀吧。哎，兄弟，我差点把你抢了。有义气啊，这个人这么开心。可以啊，兄弟。